嗨，晚上好。可能许多人一个人久了，就知道今后的路也要一个人走。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特定的时刻，是容不下你的悲伤、你的懦弱、你的无助、你的委屈。你都必须学会一个人去承受、去抚平。除了你自己以外，没有人能够永远的被你依赖。朋友可以陪你聊天，说一堆安慰的话。父母会告诉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必须坚持，不能放弃。可是到最后，那些出现在你人生中的考验，你还是要一个人去面对。没有人会替你难过，没有人会对你所经历的一切感同身受，所以你必须明白，其实所有的困难都是好事。他在你前面，让你往前走，让你更有力量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都有觉得自己快撑不住的时候，可是总会挺过去，不是吗？你要记得，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，也一定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。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。后来你会发现，原来那些我们更需要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，往往到最后都是我们一个人挺过去的。我知道你会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你也会成长成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大人。今后的路你要一个人走，愿你一切都好，一路坦途。